现实在太大，什么意思啊？
是我杀的。 那个人就是新手农会当铺的冯燕，所以我说嘛，斯坦尼斯拉不斯坚家就要。
说的实在是太对了，我们要爱心中的艺术，而非艺术中的自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不要太自私，要以艺术层次的追求为最高原则。哦，自己写的就棒，别人写的就烂就棒。对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我当初看剧本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写的太好了啦，棒棒棒！废话，人家高中三年学的可是编剧，他可是编剧组的高材生，你写不出来吧？所以，虽然你说过另一句话，成立一所艺术学校是为了栽培那100个学生当中里面那1位天才，其他99位都是来帮忙缴电费的，你就是来帮忙缴电费的，知道吗？你在说我就揍你！哎呦，今天把他讲。前面那段戏我都没动造型，原著最后是皇帝改变封印的意志。改变封印的什么？麻烦你再说一次。意志。你接着说。他为了救封印的性命，赦免了当年所有的死刑犯。换成现代，你怎么改？我承认，在这段时候我有点卡。国内不是有分子联盟吗？示威，法官过于舆论，改判服用无期徒刑。啊？他后面是这样写的吗？我也没有注意看结局。你这样，结局太夸张了吧？哎呀，阿姨，你懂个屁呀！说你不懂，你还不承认？天底下没有一场演出是完美的，就算有那一点点小小的缺点，那也是瑕不掩瑜的。啊，本来就是。阿妹，让你说话不许说话。去年夏天，我们两个的确没有好好。我
未来不想念大学了。你说，所谓未来这些老师跟课都很强，我们一起拼，一起拍戏做剧场，我替人来成就。就你呢？我是灯光设计，基本都还没搞好，让我快这一代。真的只是这样吗？嘴巴上不说，听了心里，你知意更瞧不起班上的同学。你反应不认识外的态度，在干上人！我干了，干了！放！我不走，我留下来可以。Thank you.
编剧会议、制作会议，全班集合制作服装道具，唯一没有缺席过的是谁？还是我。我承认，我高中没有学过戏剧，我也没有学过表演，所以我比别人都认真，我比别人都还想学。结果你呢？你那什么态度？没事就搬斯坦尼来压我。斯坦尼斯坦巴斯蒂全集，我在亚马逊上买到，有这么厚？对，他说过要爱心中的艺术，而非艺术中的自己。但另一句，创办一所艺术学校是为了1%的天才，其他99%都是帮忙交电费，是你发的吧？没有这句话。对呀、啊，科班生，我早就听说了，高中成绩最烂就是你，老师上课第一个睡着打呼也是你。要不我们换剧本，我换男主角。不了，虽然校外的朋友和我爸妈都是要玩男主角，但这种志气我还有，到时我再凭本事去争取就好。那现在我们应该投票，看谁同意，看谁反对。是我爸淘汰10年的老师啊。
可不像他们一样见异思迁。我排戏出席率也不差，而且我也可以不用演这个角色。我承认，我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，但是我全身上下唯一一个优点就是重感情。我只是看不惯你们单欺负刘轩，他高中时领的不是莎士比亚奖，是我们科艺公认最有名的编剧。来到这种新学校，人家任劳任怨的熬夜给你们写剧本，当中除了严明跟我传来独立的两句，你们其他人关心过没有？你们是谁呀？把人家的心血批评到一文不值，除非你们今天给永轩一个交代，否则我高中三年的老师永远不管。另外一回。